迎接一年一度的观世音圣诞，宜兰县罗东镇罗庄慈安寺信徒到外县市有庙交流后，恭迎神尊回銮。今年新春回乡联谊活动，全体平安，事事顺利。全体向观世音佛祖、太子、地藏尊神行上香礼，一上香，再上香，三上香。107年4月3日起，罗庄慈安寺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从寺院出发，前往罗东镇内五大庙宇，恭迎神尊列驾，参与绕境祈福。从镇安宫、庆安宫、昭陵宫、殿安宫，再到城隍庙，受到各大庙宇的热烈回响，请出神尊参与绕境。其他来自有庙的神将会，则是来到罗东国小集结，准备进行巡礼罗庄里的盛事。巡进队伍在南昌街出发，从这里绕行罗庄里的街道，神将队展开阵势，一场热闹的祈安活动在大街小巷展开。诸位神神在界，大家平安。今天是一个周身平安日，献上万千功德。走进天祥路，在上罗庄公寓华夏一带，沿途受到民众合掌参拜。社区里的小甜甜幼儿园师生在校门口围观，小朋友亲临一场宗教文化礼俗的飨宴。可以的，给你。哦，吃平安。街道旁的店家和居民设案鲜花素果，持香恭迎诸仙诸佛巡境保安。
进队伍，经过光荣路，走进下罗庄16份庄子里，店家居民热情鸣炮迎接，神尊与神教为百姓护佑加持。传承这项传统习俗，民众老带大，大带小，一起参与拜佛拜神的行列。许多神将会更走进居民的门庭，威武显赫，为家户去煞祈安。上午在村庄巡礼后，众神尊回到慈安寺进庙接受信徒参拜，热情的信徒更钻进神教下祈求平安。晚间子时，为迎接观世音菩萨圣诞，这场典礼聚集了虔诚的信众，依照仪轨为观世音祝寿。请上香礼，一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再拜，祈求事事无灾、八节有庆、神威显现。香火鼎盛，三拜，祈求人人健康、家庭美满、谈天不苦、路达千祥、事龙工商、行行顺利、财源两旺。
富贵强传，所求如意，大家吉祥。罗庄慈安寺管理委员会诵经团、义女会、大锣鼓队及众善信大德等人一起恭祝观音寿诞。一行受灾，再行受灾，三行受灾。四月四日，农历二月十九日，举办直角选任新炉主的仪式。第一百零三号张德昌请示杯。第一百零三号张德昌请示杯。冠军杯。第二杯。大矿山号明德昌请输杯，杯，三杯。第一大矿山号明德昌请输杯，金杯，杯，第四杯。接着则是进行古贵炉主选任的程序。啊，咱今仔要来播这个宋英祖先生哈，啊，请因杯。好了，咱过来送迎朱先生哈，两个。好了，咱介绍哈，过来把送迎朱先生。三。在宜兰县政府、罗东镇公所以及县议员吴秋林的支持下，今年罗庄慈安寺安排了酬神祈福、半仙祝寿的演出。宜兰县的发源地，感谢南洋戏剧团会当呢演出啊，这个野台戏，今仔日呢第一场来演出，所以我拍拍起来。阿咪哦，伊演个真好欢喜，大家呢啊一定爱甲拍拍啊吼，来鼓励者，伊呢哪演哪好哈。啊，今仔日的戏文是周公旦桃花里，啊，这当都是古早历史文化。啊，所以呢，啊，咱的这个歌戏呢，有真深的这个造诣。所以呢，大家看歌戏，你著知影讲伊呢，唔是干那安尼唱出来，迄、那个戏文呢，足用心的吼。啊，今日呢，咱借着咱的观世音菩萨，会当讲圣诞千秋，咱感谢观世音菩萨，会当讲把咱长期以来，把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且呢，属龙工商来发展。啊，会当讲这是咱的庙口文化爱传承，伫庙口会当听到真侪基层的声音，所以呢，感谢咱张振禄张主委吼，吴秋林吴议员，啊，咱社会科科长，咱的部座伊拢会给咱拍平吼，蔡怡姐，过来呢，何建东何主席吼，啊，做咱啊罗东镇的这个公营，嘛罗东镇的福气。啊，我是姊妹吼，啊，今日真欢喜，真感谢吼，啊，咱大家伫咱的啊观世音菩萨保庇之下，大家家庭幸福美满，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姊妹个台顶，咱只所有的啊议员，啊，咱的诸位，啊，搁有咱的这个啊社会科科长蔡怡姐，啊，何建东何代表何主席，啊，吴秋林议员张振禄哈里长，深深一鞠躬，谢谢大家。
谢大家鼓声，就是为咱的镇长啦吼，真关心，把佛祖妈来接受啊，让佛祖妈诶保庇咱的这信众，大家平安顺遂。啊，今仔日呢，我小介绍一下吼，咱的南洋戏剧团是咱的宜兰县的公办的这一个戏剧团啊，来面恁看啊，因的表演是安那，我相信应该是甲普通所有咱的伫咱的平常时伫庙会是看到歌戏团是无共款的啊，所以啊嘛真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吼，邀请到咱的南洋戏剧团来遮，把咱的佛祖妈接收。啊，希望讲会让大家啊，替咱佛祖妈保庇哦。今仔日天气凉凉啊，啊，希望咱大家伫遮啊来欣赏一个南洋戏剧团为咱表演的啊演出的咱的桃花女斗周公啊，所以伫遮会做这个机会啊，感谢咱的南洋戏剧团啊，希望讲大家热情来个鼓励，来个鼓掌好不好？来欢迎你好不好？哦，谢谢谢谢。今仔日咱问咱观世佛祖的福气哦，啊，观咱南洋戏剧团诶，全力在了来咱罗庄全市要接受做嘛接受，啊，要演出一个周公斗法陀哩，啊，咱蒋导演所领导遮个六十名的演员哦，来甲大来甲咱的现场，啊，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来甲因鼓励，甲加油一下哦，谢谢。南洋戏剧团带来经典大戏《周公法斗桃花女》，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百位邻里民众一起齐聚在庙埕，感受传统戏曲带来的洗礼，观赏演员精湛的演出。的歌仔戏也为罗庄慈安寺举办观世音文化节带来酬神祈福的热闹气氛，让民众感受到在地信仰中心的凝聚力。
全体演员谢哦。